看着女人优美的容颜和曼妙的身材，海盗瞬间失去了理智，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探出了小船。岂料女人的下半身竟然长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然而随着女人渐渐沉入水底，紧接着下一秒，就在女人要发起攻击时，一名海盗急忙拿起船桨插向女人。只是瞬间，四周围过来的女人立即落荒而逃。原来这些都是被他们吸引过来的人鱼。随后趁着漆黑的夜色，他们对海盗发起了攻击，瞬间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。原来这些海盗早有准备，目的就是为了捕杀这片海域的人鱼，但他们低估了这些人鱼的战斗力，很快就把小船撕成了碎片。就在人鱼享受来之不易的大餐时，岂料小船上的海盗只不过是诱饵，在把所有人鱼吸引过来后，另一条船上的海盗立即点燃了准备好的火药桶。趁着人鱼四散逃走，海盗首领立即控制大船喷出火焰，向逃跑的人鱼直直的烧去。惧怕火焰的人鱼只好游向岸边，岂料岸上的海盗早就拉好渔网，准备将这些人鱼一网打尽。非常精彩刺激的一部奇幻电影，还没有看过的，强烈推荐去看原片，保证绝不会让您失望的。